陈学冬代表大哥哥队复活。陈学冬代表大哥哥队复活。代表大哥哥队。陈学冬不会要来抓我们吧？不是吧？啊，那个东东哥现在在我们群里，他岂不是都看见了我们聊天记录？陈学冬啊，东东啊，哎，别再混我们队伍了。元气满满的哥哥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。你在军哥前面啊、哦？你在前面，对。我在军哥前面。你在最前面啊。篮球的212阵型，前面是两个前锋，中间是一个中卫，后面是两个后卫。学冬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对，再往前走，对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可以。我要怎么办？哥哥们这招太狠了。我要怎么帮助小弟弟队，但是又不让哥哥队发现？走，往前走，学冬往前走。这一刻都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，被哥哥锁得死死的。东东，东东，队形队形。怎么办啊？那边有辆车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两三辆，找谁呀？找你朋友呢？对，宋轶有在吗？你起来，我看看。口罩摘下来，我看一下。再摘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，验车子。我验了，我验了，验车子，来，不动。这个游乐场里面会不会有啊？游乐场也算，但是不着急收啊。那边有5只恐龙在雨里面走。不用不用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收。对。那么办？我也没了手机，我联系不到他们，我还被哥哥队锁得死死的。你在最前面，开路先锋。东东，你还是打头阵啊！学冬往前走，再往前走。头阵你还是？